哎，很难这个，或者肩关节病变，或者比较肥胖呢，可能够不着自己的背腰部啊。这个呢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，也是一个砭石啊，因为这也是前头是砭石制作的，只是加了一个里边发热的一个仪器，这是可以充电的。充上电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发热到40度、60度，哇，好舒服的温度哦。对，而且这个是砭石的哟。对。哦，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电动的杂蒜器。然后这样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家拿着这样，哦，用这个，等于说有点熨烫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就是温熨疗法。温熨疗法是我们从古至今非常盛行的一种养生保健方法，尤其是在古代是很推崇的一种疗法。我试试，你可以试一试哈。我觉得这个立马可以了啊！你看够得着了哈。对，不容易哈。啊，对，刚才那么费劲都摸不到自己的腰窝。哇，好热，这个真的。哎，如果要。